国立中兴大学创校至今即将迈入百年，是国内历史悠久百年综合国立大学之一。本校共设有八个学院，管理学院于2011年8月获准，由社会科学暨管理学院改名为管理学院。目前设有5个系所，2个独立研究所，高阶经理人硕士在职专班，学士学位学程。企业管理学系，企管系的课程规划以人力资源管理、国际企业与策略管理、财务管理与决策科学作为发展重点，课程依循此四大领域做完善规划，培育学生成为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财务金融学系，财经系的目标为培训全方位财务金融专业人才，课程规划包含财务管理、企业评价、金融风险控管、财务工程，训练学生掌握财务管理与决策的能力。会计学系，会计系之理念在于培植兼具理论与实务，并赋宏观之全方位会计专业人才，发展重点为专业化、资讯化、实务化，以及结合财经法律等多元化的专业养成教育。行销学系，行销系之设立主要以训练出符合时代需求的行销专业人才，依据目前行销管理发展的趋势，规划出策略行销、流通管理及消费者研究等三大领域。资讯管理学系，资讯管理系注重于学生具备资讯技术能力与现代管理知识，能以积极的工作态度跟责任感去面对问题，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科技管理研究所，科技管理研究所之课程主要培育创意与科技管理、产品开发与专案管理、电子商务管理以及电子商务科技与应用等领域，使学生具备国际观与全球产业洞察力。运动与健康管理研究所，运动与健康管理研究所在于推广健身运动策略，以提升国人健康与生活品质。研究教学重点包含一、钻研国家整体体育运动与健康计划；二、发展运动科技与健康管理人力资源；三、强化学术理论与实务之结合。 EMBA 高阶经理人硕士在职专班， EMBA 目标为培育具全方位经营管理知识及社会责任的专业经理人，透过理论与实务结合，并与产业连结互动，以增进实务分析与解决能力，响应政府终身教育理念，发挥中兴大学 EMBA 关键影响力。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愿景在于建立一个结合产、官、学、研之平台，并且与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产业研究中心进行策略联盟，共同提升台湾产业发展之竞争力。磐石产学研究中心，磐石产学研究中心
是由中兴大学管理学院与磐石会共同合作成立的机构，作为双方产学合作的智库与平台。成立的宗旨在于建构产学中介桥梁，培育未来商管领导人才，以及建立知识交流平台等三大目标。财务风险管理研究中心，财务风险管理研究中心结合管理学院内学有专精之教授与国内外相关专业人士，进行财务风险管理相关议题的研究，结合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资源，探讨如何因应因全球化所产生之冲击。行销实验室，行销实验室设有专业隔音室，在进行行销模拟与小组会议时，可以录制高品质的影音，亦可提供同步、非同步远距教学，提升学生网络与资讯科技运用能力。此外，本院亦设有商务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室以及模拟交易实验室。就成果卓越，未来将更积极延揽杰出与具有潜力的研究人才，并增设相关研究课程，以强调国际化、专业化与资讯化，迈向国际一流管理学术研究之重镇。